对，因为是吧？好的。189，因为有189啊，这是第一次来我们餐厅喝吗？对。嗯，那我去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好，可以啊。这是我们的海鲜船，海盗船，所有海鲜在这边，还有在这边啊，都可以做，可以做，都可以做。我们这里呢有一个汤锅，你看你叫上什么？有青椒，有火锅，有鸳鸯锅。鸳鸯好。鸳鸯是吧？嗯。啊，这边一个自助餐吃到饱的，晚餐189，然后午餐才78，超便宜。然后一个拿就是鲜煎牛排啊，还有啤酒。牛排不错哎、欸，一般也是牛排好吃。再吃一点，它就回本了。寿司这么鲜艳，靠喝的火龙果，差点中标。好，生鱼片的选项有点少，都是被拿过还是怎样？尝一下东西。醋姜竹渐卷，然后上面有芥末跟梅尔滋尔番茄酱，看哪里有吃法。嗯、我上面抽象。除了其余生鱼片 OK， 其他都快行了。这边有凉粉、凉面、钵钵鸡，各式各样的凉菜。除了啤酒之外，我们高粱二锅头。这种标准的。吃吃好就是每个东西都只下一口，有的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，可以每个都只吃一口。莲藕，那东西应该是烧糯米。它有甜的，直接都抽下去了。我觉得这边开黑哈抽，因为每个周末都要跟聚餐的。第二只，这不要上来了。红烧牛骨，那个超小的健达酥鸡蛋，你们照面包什么？哎呦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吃了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就是那种甜甜的粽子，那跟蒸的一样，一整根的都是山药。应该是山药啊，吐不出来。因为台湾没到山药这样吃的，那个山药没有放那么小根。粥鱼丸，
萨的火龙果。现烤生蚝，我本来想拿一个啊，我怎么还是又给我四个？看我刚需要补下了。火锅调料也超多的，但是就是没有沙茶酱。然后这边，哎、欸，我折耳根呢、欸，但是被捞光了。吃太多肉，吃一下很差。然后顺便试一下看他们麻辣锅汤底如何。你们豆芽在参加，超长的，是绿豆芽吗？这个应该有30公分吧。然后这边蛮有意思的，别人说进场的时候就先付钱了，然后他会先收你100块押金，然后，好，谢谢，小心小心。你100块押金是怕你拿太多菜浪费吃不完，然后离开前你要先把桌上的菜请服务员来帮你看一下，看你有没有浪费，没有浪费的话就帮你把单子签了名，然后你到柜台之后才可以拿回你那100块押金。我比较好奇的点是说，如果你这没吃完，服务员敢不签吗？啊，先说这个西瓜这样子，我还没吃。服务员还是签呢、啊？这是豆芽菜哦，可是也太老了吧，还咬不烂。不行，豆芽菜不行，太辣了，无法接受。咬半天咬不烂，那你整坨鲜蚝要吞下去那种感觉，不 OK。刚才拍到相机没电，吃太久了，吃一个半小时了。我刚原本饱腹度大概80%，然后吃了一个哇超老的豆芽菜之后，可能饱腹度120%，直接炸掉啊！总而言之，我觉得晚餐89块，午餐78块，吃这样东西 CP 值蛮高的，所以提升我今年尾牙就决定放在这啦，不见不散。